崇拜圣人的要求来的，这不通过世俗人，他只是融入了平板的教学而已，其他的都是和普通班没有任何区别的。学校这个平板的话，其实它只是搭载了学习的去自学的一个功能而已，是学校这款的话，它搭载了学校的联动系统上。完全自愿的，他只不过是借助了智慧教育，然后使比如说批改作业啊那些反馈啊更直观了一些。你们选择云班多呢，就只是说买设备这个钱，其他的都是完全一样的。